中秋节吃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当然是，啊，当然是吃月饼加螃蟹啦，对不对啦？你看见过这种吗？特别特别，不过它就是出水就死掉了，这种鱿鱼。哎呀，哇！哎，鳗鱼也死掉啊，是吧？哎呀，那是老臭，这个是酱油。中秋节就是吃月饼，然后吃螃蟹，然后弄个汤，喝点啤酒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哈，你给我双击行不行？中秋节了。